同学们好，今天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几何体的投影，平面立体、棱柱、棱锥的三视图画法。常见的基本立体分为平面立体和曲面立体。平面立体是由若干个平面所围成的几何体，如棱柱、棱锥等。平面立体侧表面的交线称为棱线。如果 平面立体所有棱线互相平行，称为棱柱。如果平面立体所有棱线交于一点，则称为棱锥。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棱柱和棱锥的三视图画法。如图所示，这是一个正三棱柱。我们先对它进行形体分析，它的两个底面为全等且相互平行的正三角形。 各侧棱垂直底面且互相平行，各侧面均为矩形。下面我们来画正三棱柱的三视图。首先，将正三棱柱放置于三投影面体系中，底面平行于水平面，一侧面平行于正面，如图所示。画图步骤如下：第一步，画中心线及轴的三面投影，先画。 俯视图一般先画出反应实行的那个投影图，因此在水平面投影中，它们是均反应实行的等边三角形且重影。所以先在水平面上画出和底面等大的等边三角形。第二步画主视图和左视图，其正面和侧面投影都有积聚性。 分别为平行于 x 轴和 y 轴的直线，三条侧棱的水平面都有积聚性，为三角形的三个顶点，它们的正面和侧面投影均为平行于 z 轴，且反映了棱柱的高。结合三视图的投影规则，则可画出主视图和左视图。第三步，画完底稿后，一般应检查各投影图。 是否符合点、直线、平面形的投影规律？最后擦去不必要的作图线，加深需要的各种图线，完成作图。接下来我们要学习在正三棱柱的三视图上，怎样画出棱柱表面上的点的投影。如图所示，我们先通过观察正三棱柱上 M 点的位置和可见性。 可判断点 M 在三棱柱的右侧棱面上，因点 M 所在平面垂直于水平面，因此其水平面投影 M 必落在该平面有积聚性的水平面投影上。根据俯视图上的点 M 撇和主视图上的点 M，结合三视图投影规律，即可画出侧面投影 M 两撇点的位置。 又因为点 M 在左视图不可见，因此 M 两撇点需加圆括号，表示为点（括号 M 两撇）。这里要注意可见性和不可进行的表示方法，其原则如下：若点所在表面的投影可见，则点的同面投影也可见；反之为不可见。对不可见的点的投影，需加圆括号表示。 接下来，我们来学习画正三棱锥的三视图。首先，还是要对正三棱锥进行形体分析。通过观察正三棱锥的立体图，我们发现它是每条棱都交于一点的多平面立体投影。正三棱锥有底面三角形 ABC 和三个棱面三角形 SAB、三角形 SBC 和。 三角形 SAC 所组成，底面平行于水平面，其水平面投影反应实形，正面和侧面投影积聚成直线。下面我们来看正三棱锥三视图的作图步骤，如图所示：一、布置视图画作图基准线；二、先画俯视图，画出和底面三角形 ABC 等大的三角形 ABC。 锥顶 S 汇聚于三角形 ABC 的中心，棱线 SA、SB、SC 分别汇聚成直线 SA、SB、SC。三、根据三棱柱的高画出锥顶 S 的各面投影，再连接各顶点的同面投影，即为正三棱锥的三视图。按投影关系画出主视图三角形。 S 撇、A 撇、C 撇和左视图三角形 S 两撇、A 两撇、B 两撇，B 点汇聚在主视图直线上，B 点汇聚在主视图直线 A 撇、C 撇上的 B 撇点，C 点汇聚于左视图直线 A 两撇、B 两撇上，且与 A 两撇点重合。 又因为 C 点在左视图不可见，所以要标记为圆括号 C 两撇点。这里要注意，棱面三角形 SAC 垂直于侧面投影面，侧面投影积聚成直线；水平面投影和正面投影都是类似形。棱面 SAB 和 SBC 与三个投影面都倾斜。 其三面投影均为类似形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画棱锥表面上点的三视图。因为棱锥的侧面与投影面倾斜，没有积聚性，因此不能利用积聚性投影直接求解。这里可以用辅助线法求解。一，在水平投影面上的 D 点连接锥点 S，且延长交于。 直线 AB 与 E 点，根据投影规律，即可画出 E 点在主视图上的投影 E' 片点，在左视图上的投影 E 两撇点，并且连接主视图上的直线 S' 撇 E' 撇，左视图上的直线 S 两撇 E 两撇。二、根据投影规律，主辅长对正，画出 D 点。 在主视图上的投影 D 撇点交于直线 S 撇 E 撇，再根据主左,左高平齐，即可画出左视图的投影 D 两撇点交于直线 S 两撇 E 两撇，这样就完成了棱锥表面上的点的三视图。好的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习了正三棱锥的三视图画法。 及棱柱、棱锥表面上的点的三视图画法。这节课的内容就学到这里，请同学们课后按照以上步骤画出正六棱柱的三视图画法，多做练习。我们下次课见。